からこれがね1942年のね、これ皆さん知ってるあの台南州長の初めてやつ、はい、初めてはお店の前に大きなネオンが嬉しいショックだったですね。いろいろとそのこれ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て、いろんな人の交流の輪がね、いわゆるその里帰りをしたと、お父さんやおじいさんが暮らしてたんだなと思うと、やはり私の故郷ですね。他同时也呈现了我们台南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跟日本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在整个影片当中总共有六位故事的主角，那像我们其中一位一帆先生的父亲，他曾经是我们台南州的一个知事，另外像余鸟先生，他的父亲则是曾经担任过我们台南市的市长，还有我们今天特地赶到现场的天脸先生的祖父他曾经是我们台南知名英料理的创始人，还有另外我们松伟先生的家族的族人也曾经在我们台南市经营过颇具规模的商行，还有另外一位他的父母亲同时都是我们林百货的员工的吉赫女士等等，这些长者他们在都是在台南留下一些就是童年的记忆，那有的是从亲友长辈当中得到对台南市的认识。纪录片内面的两位主角天野朝夫、康松伟玉之也出席发表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说，我的精神年龄大概是18岁，那到我是今年已经80多岁了。那我为什么会跟台南之间有过会有这样子的交流呢？要说起来的话，就是大概我80年前1938年的时候，那跟台南有一段感情。那我2岁的时候，曾经我爸爸亲自带着我来到这边拜访我的祖父母，那在这边住了1年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才2岁，对台南的记忆是不是很深刻。刚刚有跟位各位介绍，我的爷爷是在台南以前很有名的料理店英料理的创始者。那我小朋友不在还儿童时代的时候，也有常常听到那时候的话题。那那时候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后来的昭和天皇还是裕仁皇太子时代的时候，他曾经莅临台南。那时候由我的祖父他们来负责接待他，他有来为皇太子殿下供餐这件事情，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で戦後のウグイス料理ですが、后来在23年结束之后，英料理变成台南一中的教师宿舍。那经过很长久的岁月，听说它也慢慢的腐朽了。年月の中で非常に老朽化してい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日本朋友们他们日本的一些长辈，他们童年在台南的一个经验，那甚至在台南的一个寻根的体验。那让我们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故事，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让更多的日本朋友们来台南寻找他们童年的记忆，或者寻找他们长辈在台南当时所留下的足迹跟这个事迹，那希望也这样能够促进台日两边的交流跟台南的这个观光。住在台北的松尾玉之也趁这个机会转到日本台南市奥运会陈天龙会长为花莲地当关注的100万日票，以及群马县水上亭前田上城亭长来台南市拜访，依照水上亭甲水上亭议会名义关注13万日票，由市长代表接收并转到花莲县。